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的蓝翔大集。这个大集和挖掘机可没什么关系。蓝翔大集原本是济南的凤凰山大集，由于凤凰山大集原来的位置每逢大集的时候会给附近的居民以及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将凤凰山大集迁移到蓝翔路附近，当然也把名字改成蓝翔大集。蓝翔大集算是济南市区比较大的集市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集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吧。我把他那个奶奶买的是那个小嘴，你来拿过去。你那好几遍了，我搞糊涂了自己。这一家是卖黏窝窝的，上一期的时候给大家拍的是中宫大集上也有卖黏窝窝的。看来济南人对这款黏窝窝真是情有独钟，这家不仅有黏窝窝，还有菜窝窝、豆窝窝等，产品丰富了很多，能满足更多人的选择。这一个摊位是卖高汤驴肉的，高汤驴肉是山东的地方特色小吃，过年期间可以看出这种卖肉食的摊位都异常火爆。我本想挤进去拍个近景的，但是人太多了，根本挤不进去。如果有机会去高汤的话，一定要去试试这个当地的特色。这个摊位是卖各种茶叶的，不仅有各种茶叶，还有各种的花茶。过年走亲戚时，主家都会泡上一壶茶，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平安顺带，来呗，随便买。好的，鹌鹑蛋来，有甜的，有咸的烧饼。鹌鹑蛋怎么卖的？这个16一斤，16一斤。这个烤的好吃。这个是烤的，烤的跟那个盐焗的不一样，盐焗这个没这个味儿好。哦，还不是盐焗的，这是不是盐焗，这是烤的。这一种好吃。好嘞，谢谢啊。再烧饼，烧饼就是河南的吊炉芝麻烧饼。吊炉是什么？有五香的，有白糖的，甜的咸的，咸的两种口味。哦，看着芝麻多不？满面芝麻，越吃越香。它和那吊炉烧饼还不一样，是吧？就是那一种，就是那种，就那种。我没有客房，没有捏边，没有客房。哦，就是，那大街上忙的时候，客房捏边忙不过来。对，这会儿人少一点，等一会儿人回家的时候，就该烧着回家了。真好看。刚吃过饭。好嘞，谢谢啊，哎。五香面，炒菜炖菜包饺条馅儿。
这是一个卖五香粉的摊位，老板非常会做生意，用这个假的小毛驴来拉磨，这样看起来非常新颖，会非常吸引顾客，也能体现出自家的调料都是用石磨磨出来的。过年的时候，在北方家家户户都会吃水饺，而包水饺又少不了五香粉，所以我想这位老板的生意肯定不错。来，五香面，五香面，炒菜、炖菜、包饺、调馅儿。来，五香面，五香面，炒菜、炖菜、包饺、调馅儿，炸丸子。来，现磨现塞的五香面儿。微信收款十元。来，五香面，五香面，炒菜、炖菜、包饺、调馅儿。没了。啊？没了。看专业，专业的。给钱吗？你这种小胡子这个，这70块钱。炒的枣味儿的，炒的枣泡水喝的，泡水喝的，对，那平时不吃喝的，那就和炒荔枝似的，是吧？对。Thank you.
那羽绒菜也喝了，回来也不喝。我喝了，我刚我两腿抱开，抱了一个要喝。这咋一些？整个没有硬皮儿没有。他都自个儿加工。哎，多少？要都要了，自个儿装。十三一斤。你上超市你问，我给超市送。这红酒放的酸菜蟹肠，来看一看啊！东北酸菜蟹肠，好吃的东北蟹肠啊！来看一看啊！酸菜蟹肠，来一份吧，大哥。东北蟹肠，不是4号，不是5号，四个九的啊！这是一家卖撞馍的摊位，在网络上是非常火爆的一家。他家的撞馍要比传统的撞馍小很多，正常的撞馍做好之后要切开，然后称重售卖。像这位老板做的这种大小的，就按每个多少钱就可以了。估计这位老板也是为了更方便的售卖吧。因为这家的撞馍非常火爆，老板为了先来后到的原则，所以采取了发号排队的形式。在大街上卖东西居然也要发号排队，还真是非常少见的。拍一下老板，好，我拍一下，好。
这萝卜丸子是吧？萝卜丸子。嗯。好，谢谢啊。好。这个摊位也是一家卖吊炉烧饼的，这家吊炉烧饼和旁边的炸菜盒的老板是夫妻，一人一个摊位，还真是让人佩服。这家吊炉烧饼的炉子老板做了改进，常见的吊炉烧饼是下面一个炉子，上面一口大锅倒扣过来，将烧饼贴在里面进行烤制。老板说那种的炉子现在很少人用了，冬天还好，夏天就会非常遭罪了。这种改进过的炉子两面都可以进行烤制，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还让制作烧饼的人少受了很多被烫伤的风险。快就能熟啊！嗯，这就是类似于那吊炉烧饼哈，对，这就改进的炉子吧，还是原来那种锅嘛，不都是？是吧？这火来少熟，夏天来，冬天中。啊，冬夏天太热了。夏天热。这个就好点儿是吧？这熟了，烧饼，好嘞，坐下。你要几个？坐下吧。啊，后面拿给我。好，微信收款12元。坐下。两微信收款6元。好，谢谢老板啊。嗯。炸菜盒是山东比较常见的早餐，一般炸油条的摊位上都会炸制这种菜盒。和撞馍不同，撞馍一般是用未发酵的面粉制作，而菜盒一般是用发酵好的面，包上馅料然后制作，这样吃起来会稍软一些。相比起撞馍，我更喜欢软一点的炸菜盒。微信收款5元，支付宝到账。哦，
来一个肉的。好了，我给你拿。来吧，宝贝。六块五。韭菜鸡蛋的。多少钱一个？肉的三块，肉的六块。好，谢谢老板。嗯。为什么年轻人不生孩子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时代下的惨烈的现实。主要是取什么？这个价格没得赚了，是怎么回事？嗯，好的。不对，大姐，你应该给我涨35。取名单的给你上的20，这个活15，你给我涨了30，再不涨5块钱，再少了不成？取名的活少了1分都不行。你就再贴，你也不能老赔钱去。不，人真的是客户当中，人是没这样的。这能比明年30，我们都看不到。太像老板。秘制小咸菜。这是啥啥装备？啊？这啥啥装备？那个八块。
牛肉和酱面七块哈。十块钱的行吗？受不了。十块钱也受不了啊？行了，丰富了。就一个人吃。这是咱俩弄的，是吧？这是好，八块钱就行。多少钱？一碗的汤吧。啊，八块。你管家里钱就我自己了，一个人吃的话，不能吃，能吃。你之前给我吃半个月的。先到这。三斤，这个是二十，大的二十，小的十。大毛肥，我再来个金子，毛大的。好了，是那东西。来。那你这么香，天津人很多都是这意思。咱这是卖什么的？别吃了，别吃了。年糕包的头，年糕包的腿，这家也是一个卖黏窝窝、黏豆包的摊位。当我在拍摄时，正好碰到了一家电视台正在采访这位摊主，估计也是电视台为了过年而准备的节目吧。对，你把这意思说说，啥就到快到春节了，好多老客户都来那个什么预定了。快到春节了，好多老客户都来订年糕，给亲戚呀、朋友啊，都年年糕嘛，吉祥的意思，都要吃年糕。哎，新疆的，这叫什么？就这样的吗？这是口味的，尝的口感和味道。这种就好，和野的差不多，是吧？对，东北的。嗯。多少斤？12.5斤。没有了。是这是一家卖锅饼的，锅饼是一种较硬、较大、较厚的烙饼，是一种北方的面食，大如面盆，一般厚度为3厘米左右，一个大约有3公斤重。在民国初年出版的《济南快览》一书中有记载，以面作寸许厚，中径尺余之圆饼，烙而熟之，外焦黄内细白，谓之锅饼。这是蒸的吗，老板？对，蒸的。哦，我们老家的名车。名车啊。对，蒸虾枣。天津银行收款，西元。三年左右。这叫辣白菜，是酱的。是不是？你来吧。哦。
喜不喜欢？小妞妞，小妞妞，小妞妞。这东北做的多，这个是吧？东北做那跟咱山东做不一样，还不一样是吧？东北的那让我带给我一个对个，让我顶上他，他不嫩，那山东人不吃那个，不是。东北那种就是用玉米纯玉米做的，一般他用的是甜的。哦，咱山东不吃甜，因为咱山东就吃咱这原先的味儿。对对对，这是老味儿。一块钱一个，啥都卖，四块钱的，这么贵呀、啊？先去问问去，问问，等小妞坐下回来再说去。对，回家没法说。你这个拿也行，美女。我吃个电台，啥都帮了我。中国家谁吃的吧？我这边都是。微信收款十元。哦，要加水的是吧？必须加水。这个真是水味。哎呦！过年了是吧？对，我们要今天出发。哦。我姑娘一个摊，我一个摊。哦。今天我们家出发。闺女放假了，这正好。小饼子。哎，自个拿来。自个装吧。在大观园开早市，开早市的时候，那个进来专门开的。大观园。嗯。哦。还有那个在哪哈那个上秋头桃，他们那刚做的时候那个。四合饼。四合饼。哎，小米黑的，黄的玉米。哦。咱那山水道，你看那边弄的两块锅，俩锅，俩锅弄不过来是吧？对。济南见这个不多。没有。对吧？他们都防着我做，做完以后他们不吃，因为那不是给我让说的姑娘。没看，他们要是。
重吧，还有我强一个。这个就是很吃，我刚落出来都是。都刚落出来的事儿。这随着落，随着买。来来来，看看烟花了，钱也做里了，给钱就卖了。前面这是三分面是吧？对，你拿就行。我一千一个，这两块五一个，牛肉的。哦，拍一下吧，拜拜。钱要能让家，屋主能发，多少钱？
油是吧？他没听仔细。这次收款不远。支付宝到账，西元。七块，这是鲜的吧？这是好的，这是八块的。你说怎么办？我这边剩下两斤。不是不是，录像。我多少钱啊？五块钱，多少斤啊？
黑芝麻，两个黑芝麻多。啊，他妈不快。慢点，狗子。
吃呢。啥待遇都没有，啥待遇？油菜多少钱呢？不会吃多少钱呢？一块七。哦。他没空不得行啊，走走走走走。啊，这不是还难吗？辛苦辛苦辛苦啊！都是多少四百元？一下钱行，上上去。谢谢。我这把手套掉了。你要搁这里吗？喝点水。大包不弄了，不能抹烂了。那不烂，你这叫一点。一块钱一袋儿，要不我也是扔。三十五，这回来别湿了，随便拿着这个，拿这个抹，咋着玩儿呢？来，三十五。
十的。找你去了，走啊！还有哪个呢？十一元，要一个是四块，两个八块，三个十一。你这个不是的。嗯，你放个袋子。